焦香馋嘴蛙，传说源自于北地主家的祖传食谱。梁师傅只用3年就把蛙总送上了广州米其林必比登推荐。做到馋嘴蛙的灵魂，你看完视频就知道了。盐生粉鸡蛋清帮蛙总保留最后的体面，150度中油温，让蛙总外皮滑嫩，保留鸡肉的弹性。爆香蒜子蒜肉，豆瓣酱和泡菜演出香味。蛙总瞬间穿上碎花长裙，乌把灯笼泡椒。酸中带辣，只要焖煮2分钟，焖出丝滑的辣汁即可，浓香扑鼻，轻轻一吸，骨肉分离，不吃辣的朋友也忍不住来上几口。